晚安。Hello 修哲 ，Hello Sky，Hello 燕子 ，Hello 天佑，晚安，嗨小贤 ，Hello 下载，我过敏了各位，我每次直播的时候就过敏，是怎样？很麻烦呢。你也过敏，你跟我一起过敏是不是？Hello 洛克，平时有没有过敏？没有啊，就是直播过敏，很烦，每次都这样子，听我的鼻音，哦。Hello 微如 ，Hello 西兰，什么一起过敏起来？有事吗？讨厌过敏，不是病毒就好，不是啦，我没有咳嗽，看到镜头过敏没有？我直播过敏，不是对你过敏，现在也鼻子过敏。是怎样？今天是什么过敏日 ？Hello 社长 ，Hello 大家，头发全部褪色。我最近都没有洗那个补色洗发精，因为我觉得很浪费。就是我现在就是直播前会洗一次澡嘛，可是呢，直播结束就没有事了，所以呢。平常也不会化妆，因为平常根本没事做。然后直播这一天，我就会拍一些抖音，拍一些影片，然后存着这样子，拍一些照片，存着。所以只有这一天，然后一个礼拜只有两天，所以呢，洗那个就是很浪费，很浪费。还好你没刚说，没有，我说洗两天澡，其他时间都不是，好不好？嗨啥哟，好哦，上班加油。啾，嗨灰灰 ，Hello 小明，到四十度了吗？你该去看医生了。香香味道，你最好是，你不是过敏吗？你闻不到好不好？谢谢回回的普通轿车，打扮你真可爱，不赖是哟。Hello 点 ，Hello 加速 ，Hello 流浪到屏东。我们今天可以只开到9:30吗，各位？不然你们就会一直听我吸鼻涕的声音。为什么又有猫跑进去？哦，一直有猫，放过我，真是谢谢你啊。可是我要开满一个小时哦，西兰。想看我？你怎么要开那么久？我想要去看美玲了。反正上次有多，对，就是因为这样子。突然很庆幸我那天开很久，是不是？可是我的头发这个到底是什么鬼颜色？黄黄紫紫，灰灰，哎，这是灰色哎，老了，银发族，再看一次比米娜玩是什么意思？
超像公主，公猪哎、欸、他，不要理他。这看不出来吗？那么明显，没事。啊，难怪有人说要放过你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母猪，可以不要吗？可以不要吗？完全不想叫哦。早点下了，拆一下发油好了。朱哲晚上好。Hello。Hello 小白兔 ，Hello 塔瓦哥。我妈跟我没说话好吗？你都还没下班，你现在还在上班呢。听说人的鼻孔是交叉运作的。就是这里十五分钟，这里十五分钟，是这样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现在塞的是这边。我的罐头奇奇怪怪，有吗？鼻孔交叉，不是鼻孔交叉，跟美玲联播，我不要跟她联播，不想理她，不理她。闻不到，交换对吧？是哦，是真的哦。你闻到你最好是什么味道的？你说说看。茉莉花香。才不是，就是玫瑰。你白痴哦，自己讲出来。我不想给他回答的机会。鼻中隔弯曲，我都说出来了。Baby 今天去洗澡了，等等又来找你了，我不要找他了，我不要理他。喷嚏一片，不要。嗨，中影 ，Hello， 加速 ，Hello， Sherry 小马，什么玫瑰？你吗？不是你哦。安然无事，对的，因为他现在很累，他现在已经睡着了。我的鼻子，我要抱个娃娃。我，哟，抱个娃娃，这样子，就是才不会太白太亮。阿吉康复了吗？还没啊。你为什么那么关心他？叫一下 BB 完全没有要理我的意思，他完全没有要理我的意思。谢谢中影的马蹄狗。谢谢中影，没事。找官播，没狗帮拖时间，哪有？我上次也没有他帮我拖时间，好不好？人家讲话也太好笑了吧？这是什么声音？干嘛？
怎么有人叫我虐狗哈？干嘛打他 ？Hello， 明晶。阿吉胖的，哒哒哒哒。谢谢 Sparky 的为你打 call。天籁的声音，夸张，你真的夸张。谢谢点的圆梦选票，大家送我礼物吧。耶，谢谢草莓酱。还没帮他，还没有，他现在被放在角落休养。哈哈哈，谢谢点的什么 Mojito 是这样的吗？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两天前两天我超认真在写功课，没有，其实是因为今天以前要交，所以赶快补作业。欠什么礼物？不知道。我看一下这个框，夏日狂欢。草莓酱，有钱没地方用吗？可以用这边。我缺钱。看一下有什么？哇 ！Party time， 打到怎么感觉很难哈？算了，随便送。哎，臭草莓酱。谢谢草莓酱的枫叶。写啥作业？就是学校的作业啊。怎么还有作业？就是当毕业考毕业作毕业成绩哦，好难讲话。就是写那个作业，然后它叫评量卷，太卡了吧。然后反正就是写的那个，就是当做毕业成绩。丢便便 ？What？ 不写就不能毕业？对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评量卷，呵呵。Hello Brian， 等你学分应该够了吧？什么意思？学分是什么？这反正就是写完那个就可以毕业了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之前常写，而且我们的评量卷蛮好笑的，就是反正也要毕业了嘛，就有些老师就会说，哦，你这学期学到了什么啊？然后像作文就是这三年有什么啊？然后，连体育都有评量卷，很好笑吧？体育要写一个什么？电影的观看心得，然后我就查了电影解说，哈哈，超级坏，但写得出来就好了吧，对吧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评量卷，评卷换两面。毕业典礼当天，我的毕业典礼是什么时候我都不知道。体育跟电影没关系，电影是看那个叫什么？魔球，什么什么布莱，忘记是谁演。不写的话可以毕业吧，我们不做无谓的冒险，所以就写吧，蛮简单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嗨大姐，但是我演过。每个学校的真的、哦，高中是有学分累积的。很好，显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是说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学校，就是原本学校的朋友嘛，然后他跟我讲一堆什么大学要写什么鬼，然后我都不知道。然后呢？阿翔什么时候变成北北？Hello， 阿翔。
然后他就说什么什么，那时候要去面试前，我就问他说那个要写什么，因为通常都会教嘛，可是我们学校没有教。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个要怎么弄，然后他就教我，哦，很棒，什么女朋友？我不是这一挂的好吗？女性朋友，他根本就是那个男啊，他根本就是个男的。可是他长得很可爱。TP 大有事吗？Hello 神羊，跟表哥一样可爱吧？啊。没有啦，他是，反正就是之前跟我很好的朋友。啊，可以，哈哈哈哈，谁说表哥可爱？他自己说的。Hello Steven， 跟草莓。不要找虐，够了各位。可不可以把他手拆掉？他的手都不能动。哦，有。好适合，好适合，耶、yeah, ！谢谢笑雪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？很会，为什么叫很会？好难念哦，很会。啊，现在为什么是这首歌啦？嗯？什么啦？没有，我在回留言啦。剪刀用一下，我怕他跟阿吉一样需要开刀，会有一个洞，因为他是缝好的。再那个，我等一下。Hello 坤坤 ，Hello 玄阳，谢谢玄阳的毛衣头。啊，他的肚子有肚脐哎，哎，你们看不到哎，哦，看到了。肚脐，急诊室医生，笑死，手毛。不是，是他原本的手缝在这里，所以打开就有肚脐。不是我，福德的兄弟，福德的可能是妹妹吧，在这里很可爱吧？真的没有，他们还没认清。我哪有虐待他？我吸头啊？什么意思？想过他的感受，我给他自由哎、欸，还是其实他在遮哪里？剖腹产个头，他是男的。他叫达芙妮。跟头目联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跟他联播。他都什么时候播、啊？不是，他不是叫 Full Panda 吗？可是这样有帮人家代言的嫌疑。
周四晚上，但遇不到了。为什么一直抢我跟 Mina 联播？不要，今天联播不好。福寿达是怎样啦？收打。哦。自肥的概念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？我都忘了，小明也是哈。不要今天啦，我今天就过敏，你奇怪。小明，我把你当自己人呢。林啥？你不要乱叫好不好？哎，吸不到。不当你自己人，又不是在说你，有人在说你吧，在说小明，你叫小明吗？你什么时候改名了？没讲前面在猜着他，啊哈哈，不要哭，乖。九蛋在哪里可以看得到？哈喽圆滚滚，既然有看到，可惜没看到。与这个邪恶的西来，想不到吃。福斯，福斯，福斯是一个车，对吧？不是一个车。阿里森对，下礼拜二吧，是下礼拜二吗？下礼拜二几号？今天几号？我不知道今天几号。二八。哎呦。Hello， 艾斯。他不叫福斯，你不要乱帮他取名哎。Hello。六月一号，对对对，是他的生日。哈，我原本说他生日我们要聚在一起过的，气死了。啊！人是无常，是没错。线上聚在一起，可以只能两个人联播啊。我们一起视讯，然后，哎，好像不错。君主是谁 ？Hello， 易杰，你叫叫，不要乱叫好不好？他那么可爱，不要有，为什么一直福？福德是小秦家的，我们，他们是亲戚吗？我也不知道。群主是谁？然后放 IG， 哈，放 IG， 为啥是 IG 啊？你要去哪里呀？那天有人直播吗？下礼拜二就是我啊，他那天应该有直播吧？来讨论一下，为什么是迷熊？林德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把他取名了，他就叫草莓熊，草莓胖达，他叫林梅。大发不动产生神，德福是怎样？草莓脚很胖，哈，灵媒，灵媒要，灵媒要那个用叫什么发簪。叫剑雄，你长这样啊？她是女的哎、欸，不要乱取名字。
Hello 什么什么什么家小人，不是啦，他是灵媒，是让冤魂附身的一个媒介。大发吗？梅林不要，不要。Hello， 欢迎正式。什么第六感生死恋是什么？修女。那是什么？没有看过呢。神眉是什么？你不要再装了，你就是幻影战士，你要玩几遍？你就是这么好认 ，OK？ 不要装了，我不会回答你的。演过灵媒啊，也叫灵媒。哈喽勇哥，九零年代，那我是什么年代？零零年代，是吗？是这样子讲的吧？啊，虎必跟佛，对不对？午餐肉，你们吃过午餐肉吗？我们家有一罐午餐肉，但是还没有吃过。小朋友是吗？午餐不是这个午啦。我是千禧年代，怎么听起来这么的古装啊？没吃过，拼不出来哦。Hello， 小皮。大力对你哈球。我要讲什么事？哦，午餐肉是我看的一个，我很喜欢看的一个那个叫啥吃播，吃播的 YouTuber， 他很常吃午餐肉。今天怎么过敏这么严重？不知道，而且是在半个小时前开始变这样子。因为妈妈今天给你看。哈？因为我今天水你这边吗？不知道。午餐肉是假肉，太空了。而且我还睡了一觉，我以为起来会好，结果没有。有吸鼻没有啊？我没有吸它，类似火腿吗？我就是松板肉啊，我最爱的松板肉。雨林身上是羊肉，我是猪肉，我的心是羊肉，身体是。哎，好可爱哟、哦！谢谢笑雪的要爱兔兔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哇，有没有看到 ？baby 上来抱抱好不好？有啊，我这边没有啊。腰内肉，我不知道。我喜欢吃牛舌加松板猪加谁的肚子，所以我的身体像是我喜欢的肉组合成。哦，好恶哦，算了。知不知什么什么吧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好啊，舍不得吃我煮的肉，我好廉价，我的天，不行，我是和牛。谢谢笑雪的我爱兔兔。结果被东西挡到了，什么热门争夺榜？超可爱的。Hello， 志宏，无法吃我，我那么瘦怎么吃？我好吃的地方还是有肉的。谢谢，谢谢笑雪，谢谢
有没有熊猫啊？得寸进尺，真的，好可爱。他留下了，再瘦还有屁股，我不太吃屁股。屁股肉不要臭臭，不是，是鸡屁股才臭臭，好吗？鸡，因为我破音，好，鸡的屁股太小了，所以怎么样都会臭臭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问题好像不太对。午餐肉在这里，不能给你们看，在这，小妞妞翘起来，在这里。Lunch， 什么 meat？ 不知道怎么念。这才叫什么好？耶！啊，他就怎么全部都这样啊？帮他打个马赛克。不要赶快看中文不就好了？我是要看图。他叫 Lotte 午餐肉。它里面有鸡肉哎 ，what？ 看起来有点不太对。不会念就别装了。好吃吗？口感如何？我还没开呢，没吃过。不行，开，它里面要撕开才能吃。可是我看我喜欢的那个吃播主是这样讲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他都是直接放在烤箱里面烤。Lotte，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念了。L O T T E 怎么念？你有看雪月吗？没有，完全看不到。然后我还看了直播，那个直播月亮就这样子，然后我看的时候就已经只剩这样子。看懂吗？就是这样子，然后，可是它也不是红色的啊。反正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没有看到粉红色的月亮，都是别人的照片。Hello 玉，谢谢夜的捕梦网。宝贝呀 ，Hello， 冰冰看这里，哦，不要啊，跑掉，在这里。他又折手了，好可爱。抱 BB 应该很舒服，对。超舒服，哇！哇！安静的 BB 确实讨人喜欢，他现在吵啦。我就说我刚洗好澡，臭大姐。哇！好了，给你抱着好不好？嗯，给你抱着睡觉，好睡觉。不是咬他，睡觉。啊不，你很难沟通哎。好好好，睡觉，还是睡觉吧你。睡。哦。哦。哦，我在学他讲话。
送狗。哦，是不是把人家吵醒？才没有。哦。哦。嗯。被吵。才不是。Hello, 夜空 sky。Hello, 阿春。翻译错误，才不是呗。好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谢谢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 的摩西头。灵珠的叫声好彻底，别说我吗？是我吗？哇哇，为什么是我？Hello 卡布伊 ，Hello 米酒。为什么要亲 BB？ 我不要亲他。怎样？借我玩你的手啊！不能玩了。什么？哈！谢谢艾迪追踪我。宝贝啊，哦，好，睡觉。他睡了，他睡了，别吵他了。另外狗语。好了好了，乖。好怕炸掉，没给他。有啊，我有抓他，我有帮他摸摸。好了，过来。就在他脸，才没有嘞，他离我很远，好不好？哦，你在这里哦，给我看他。他在这里。哎，啊，你们不就看到我的腿了？白痴，我笨，哦，明明就很近，没有，他刚刚才躺下来的。他也，你也会折手。你也要折手，好，我也会啊。哦，西兰，你看到腿腿了，快点，礼物丢出来。肥腿腿哪有？羡慕比你躺腿腿，他才不稀罕。我的鼻涕要流出来。水杯，过来点，来摸摸来，多48公斤，为啥？不会好不好？选个礼物，我下次丢，哦，你下次丢，选个礼物，你下次丢，火箭，
要这样咻的那个，怎么样？选的很好吧？Hello 浓眉，选的好。没有，我开玩笑的。平均破50，没有，一定没有，可能40几而已，应该不会。欠揍。阿比，阿比，哦，这样子人家看不到你，你过来这里来，快点来，快点，我摸摸嘛。哦，这样子。在这里。哎，你们看到我的衣服？我的衣服被你们看到了。在这里。哔哔呀。这么舒服的吗？好了，看我吧。选个两浪花，那算了吧。选个两浪花，好，等一下，我要玫瑰。成一乘一十，两浪花，我真聪明。要啦，送两浪花的会被浪拿走一浪，只剩下一浪。不是全部都是这样吗？没有啊，你如果送那个超过六浪以上的就不会变了。是、啊。也不给看臭衣服、啊、哪有臭衣服，那个是今天新换的睡衣，香的。而且没有肥腿腿好吗？香的，对，所以不是昨天穿过的睡衣，不是啊。谢谢 Jack 的普通轿车。应该没有换睡衣的习惯，直接穿明天的衣服。不是啊，穿我的衣服就是居家服，现在防疫期间都待在家是有什么差？反正我不会特地买睡衣当睡衣，好，就是特地买睡衣来睡觉。但也不会直接穿着明天的衣服，除非明天可能5点以前要起床，我就会穿着明天要穿的衣服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小时候啊，有一次是隔天要去校外教学还是怎样。然后我前一天我就穿着牛仔裤睡觉，真的是疯了。但我还真的就这样睡觉，我有一字眉，什么意思？你的那个感觉怎么连在一起？哪有，空的好吗？但我的眉毛真的是平的，应该吧？干脆不穿，不用跟我分享这个东西。满满的灵味，
2斤，哈，谢谢小贤的比心。嗨，我国，躺着，乖。哦，这样子。差点要跟我分享，就不用了，谢谢各位。我决定我要做一件事情，我要擤鼻涕。好了，我没有用掉。我现在要气质，我有气质啊。笑笑在干嘛？我关的，我关的，你气什么？笑死，你上吧。我不管，美妙的声音，为什么没有天籁才要生气？为什么会过敏？你已经不用介意了，因为我上一次就是过敏的时候，我上次跟你握手的时候，我超想打喷嚏。但他只有这个，太坏了。我醒了多少睡觉了？5颗，可以打喷嚏。我也知道可以打喷嚏，但是很丑，所以我就不打了。向婷来了 ，BB 你该出场了。快，BB 的粉丝来了，来坐下，表演，向才艺，握个手，好可爱哦。对吧？看我对你多好。在家里会练舞吗？目前没有，因为我家没有什么可以练舞的地方。可爱吧？他醒了，对啊，就醒了啊。B 的粉丝来了，有没有听不清楚粉丝说什么？没有啊，有一个，我就说有一个，其实我还不确定他是谁的，然后他就进来这样子，哎呀呀呀，然后就出去了。我有跟你们分享过这件事，好不好？爱呀，当 BB， 握个手。另外一只 BB 粉，另外一只，哇，这么棒！一二三，棒！啊、哦，不是你，好不好？好棒 ，BB， 人家说你好棒，好棒。好，等一下坐好，妈咪给坐好，坐，乖，坐下去，坐下。去坐着，去坐好。不是你，不是你，是我不太确定是谁的人，所以一定不是你。过来，过来。我要给姐姐。过来。哇哦，坐下，坐下。过来一点。
杨先生，这个很硬哎、欸，就给他咬掉了，是不是笨？不要，他会拿走，这样就没有在镜头。找不到，好笑，牙齿断的谁？不是牙齿断的谁，是他的食物断的谁？哔哩拔河。谢谢小雨追踪我。西兰，你真的是很不优哎！鼻子过敏还好吗？很好。哈，你都看了多久，你才想到要关心我？好伤心。好了，给你看你爱的 BB。不要跑呀，先生。先生，转过来，你有没有一点意识 ？Hello， 人家是 B 粉，好吧，好吧，看一下我吧。看他肥肥的身体，好可爱。我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吗？那个闪电是谁啊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闪电，是那个。那个你们挂的那个马甲有一个说品涵啊，是品涵啊，对啊，哦对啊，不是皮卡丘吗？ I'm sorry， 他不想理我，对啊，真的是臭屁股，他不是皮卡丘吗？对啊，不是因为这样吗？闪电侠。什么意思？我上次突然思考了一下自己的代表水果要是什么，我想要选樱桃哎、欸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樱桃。什么？是吗？樱桃是谁？榴莲，不要榴莲。樱桃现在有人吗？樱桃没有印象哎、欸，樱桃现在有人吗？我知道水蜜桃是那个啊。嗯。樱桃小嘴很符合，不是，樱桃是那种。我想要走的甜酷风，这种很符合这种风格的一个水果，我也不知道。西瓜，可以不要西瓜吗？有人有代表水果吗？我不要榴莲，樱桃，像我的，没事。杨桃是什么？杨桃应该是小晴吧 ，Starfruit， 一闪一闪亮晶晶的。我不要当木瓜，木瓜丑丑的。木瓜有一个丑丑的木瓜味。甜酷风，甜酷风就是帅，
怎么讲，帅帅带着一点甜的那种风格，不是单纯的帅，也不是单纯的可爱，是甜酷风，不知道怎么讲，混合在一起。我不要当奇异果 ，no， 我不喜欢吃奇异果。干啥呀？渣男林的样子啊？不是，渣男林哪是甜酷风？渣男林是帅，渣男林帅炸了，他才能有资格叫渣男，知道吗？什么歌？我不知道。什么复杂的风格？没有啊，没有很复杂。不然我找什么？你们知道安琪吗？他很辣。怎样？你赶快吃你的，在哪里？他让我跟他抢。安琪他很厉害。握手会打扮，因为握手会前我还没想好我的风格啊。有啦，那个也有一点点我要的风格，可是原本我想要跳的那一套更有我要的风格，但是我后来跳的这一套。葡萄不好吗？不要葡萄。不喜欢樱桃是不是？你们不喜欢樱桃是不是？我不要芒果，芒果是 Team TP 的芒果。你赶快把樱桃拿走。好。再把 Apple 可以。不要。不要苹果，苹果太大众了。然后叫 Cherry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樱桃。那你可以唱那个 Cherry Cherry。我知道。怎么样，樱桃？你看那个图，有没有想到什么？没想到就算了。怎么样，樱桃不错吧？挑我最符合风格，啊，好难哦。好吧，不错吧？樱桃很有甜酷风的感觉。不然还有什么表情符号？我现在有一个表情符号嘛，就是那个娃娃兵。还有一个什么？就是樱桃了，差点，好好笑，不好形容，就别形容了，跟这个一点都不像，好不好 ？What？ 一点都不像，娃娃兵是你们，我是那个樱桃。什么鬼？没有，我只是想找一个代表水果。哈 ，Sparky， 我最近都在看《密室逃脱》。什么什么蜜桃？他们就叫《密室逃脱》吗？忘记了。啊，他们叫《密室大逃脱》还是什么？蜜桃，对，里面有杨幂，有邓伦，有张国伟。娃娃兵站的字人数好多，没有那个要可以调。我之前有看过。那个 AKB 的前辈去参加过的那个杨幂，她超厉害，她超聪明的，那她的记忆力超好，她是学霸，超厉害。然后邓伦该 man 的时候蛮 man 的，可是他有点胆小。杨幂漂亮是吧？
很漂亮，我很喜欢它。我今天看了一个影片，我突然意识到我自己很喜欢的外国电影演员嘛，明星，反正是什么安妮海瑟薇是吗？是这个名字？安海瑟薇啊？安海瑟薇不是妮吗？没有妮吗？没有。那我今天看了影片，为什么乱叫他的名字？演那个女巫们的那个，演麻雀变公主的那个。安海瑟薇，那为什么今天没有迪？不是迪，是妮。那为什么今天那个有妮？他今天叫他安妮海瑟薇。哦，也可以叫Prada 的恶魔那个。安海瑟薇，大贱你在干嘛？哦，看到他国反应，她很漂亮，但听说她一直被骂。我今天看到就是介绍她的那种影片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哦，我自己很喜欢她。她演的很多电影我都有看过，难得。肖傲贤，好哦，差不多是这样，没拼错字。哦，32分了。谢小兰的行李箱，看一下你的照片，发现你爱什么？想太多了，想太多啊！笑贤说啥呢？要关了吗？你那个是什么意思？阿诺是谁？关吧！阿诺是哪个阿诺？我听过这个名字，可是我想不到人长什么样子。阿诺斯瓦辛格，就是那个，他是前加州州长。谁知道？臭死了！是什么？我上次看了《复仇者联盟》，不知道几，就是最新的那个那一集，有这个人，他叫什么？紫色大头，灭什么？灭霸。是吗？这个人，紫色大头，啊，灭霸，对对对，对啊。但我看的是电影解说，我没有看完整版，但好像蛮好看的。里面有一个红色女巫，她叫什么？红屋是吧？红屋是吃牛排的。啊，绯红女巫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她很厉害是不是？好像接的下一个电影解说就是她的，大一点，我不知道她，她很强，对，好像是。她说什么？她还没有激发出她的最强能力是吗？好像蛮厉害。复仇者联盟，你们最喜欢谁啊？真的是代沟，我应该知道他吧？他是做什么？影集有说明。奇异博士，奇异果博士，我没有对他没有印象，我只知道他叫奇异果。THOR 是谁？钢铁人吗？飞好的有超强，90%变种人哦。说小辣椒是谁啊？你
喜欢钢铁人的女儿？钢铁人的女儿是谁？哦，索尔，索尔，索尔。你喜欢索尔啊？等一下，那超人是谁啊？超人，他们是不同的。超人是Superman。不是，超人是不同的人，是吗？不同边的。克拉克是啥？克拉克不是？克拉克是超人啊，他是个记者啊。啊 ，DC，DC， 对对对。啊啊，哎。那我怎么会把超人跟 Superman 放在一起？超人就是 Superman 啊，不是 Superman， Spider-Man 啊，漫威跟 DC 哦，哈，在说什么？超人跟 Superman 不，我在讲什么？讲错几遍？超人跟 Spider-Man 是同一个人吗？不是同一个人，同一个人。不是，我是要说他们是同一个，哦，不同啊。快点，我要。他们只是同样都是红色跟蓝色。快点，我就要表演了。BB， 你为什么要打断我说话？喂，不是。哦喂，他在哪里？好了啦，这里，快，这里，过来一点。好了，看我好吗？是吧？不可能，不是。还真的都是穿红色、蓝色，对吧？那，因为只有坏人是穿黄色，哦，所以闪电什么意思？红色，超人是 ，Spider-Man 是好人啊，所以他也是穿红色。你刚刚说坏人，只有坏人才穿黄色。哦，我要讲什么去？闪电侠跟，你吃太快了。哦，没有蜘蛛。闪电侠跟超人跟神力女超人跟乔治库隆尼。乔治库隆尼。跟。乔治库隆尼。蝙蝠侠。我知道啦。这些都是 DC 哦。蝙蝠侠把内裤戴在头上，哦，他跟超人是好朋友，超人内裤外穿。妈妈喜欢乔治库隆尼，你们不知道这件事吗？你们不知道张元英他爸是乔治库隆尼？别闹了，不要再闹了，妈妈。不用懒人包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我不想知道小丑。我超讨厌打传说遇到小丑。摩登大圣是谁？内裤系列是 DC。摩登大圣是那个、金凯瑞。可以要签名吗？真的是够了。内裤外穿都是英雄哦。水行侠哦，水行侠。传说输给小丑很多次，不是单纯是因为他是小丑。我最近传说都有在赢，所以我最近又回归了。有在赢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玩的还行，这样。最近又回归传说了，打得挺不错。B B 来，这里，坐下，握手。哦，坐，急什么，先生？这里，坐下。
这里啦。手手，你要看手手是不是？来了，手来了，肥手。哎、欸，你就跟我抢走。过来，你的观众还要看。过来，过来，坐下。过来坐下。手啦，手要搭上来，快点。手，我在教你，先生。手手。握手，握手，嗯好，另外一只手，好，站好，哎，过来一点，过来坐下，好坐下，可爱吧，我的手很可爱哈。他吃完我们就来念榜哈。哎，好了吗，宝贝？还要吗？你去问妈妈还要不要给你。过来坐好。过来这里，好，坐下，坐下。啊！你待会把我的光疗用掉。我会咬到你，会啊。我也想表演。你妈叫你跳舞，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给你们一个特写，过来，好了好了，去吧，啊，好恶，舔一舔，舔干净了。一点好不好，先生？你很难拍耶，过来，坐下，握手。另外一只，一二三，棒啦！你很夸张哎，坐好，棒。哦，棒。好，给你吃啊，不要玩了。哎呀，都是你的口水，宝贝。不要吃了啦！你就说不要吃了。回来了。过去一点，过去。过来这里。过去一点。坐下。嘿。好了。你们想看公演吗？可以在，可以跳吗？这个，在这里跳可以吗？那个，栗子太多跳了，是可以的吗？有人跳过，那就跳啊。那什么时候来跳？嗯，什么时候？
时候来跳。你们 UNI 群想看哪首？不要跟我说全部。应该都还记得吧？我是雨林耶 ，Hello， 我是谁？白色情人节不一样，白色情人节出过了，所以不，所以一定可以。可是其他歌可以吗？赶不上奇迹，逆转，这刚反抗议好吧？好哎。丢帽子，我没有帽子可以丢，我有帽子，竟然有帽子。搬家，接彩带，跳过啊，没有成员跳过梦之中，所以不能跳。因为梦之中很累吧？上次是谁？先看其他人意见。还是要什么旧的歌？旧的歌可以跳吗？就是要放日文歌词。梦之中不会累啊，其实。坐下。叫妈妈。叫妈妈。梦之中，那是梦之路啦，搞笑哦。嘟啦呀，啦呀是国星语吗？我只能当蜘蛛，不好意思。mini con 歌曲，天使的尾巴，那就是播日文，那就不唱了，没有，然后本来就没有要唱啊。旧的歌，新型病毒可以唱中文，是不是应该记一下？反正就是旧的歌，是不是？没有口白。第三首是什么东西？所以这个不能跳。有人跳过全部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还是不要。女友能跳吗？都不说口白的，退票退票。梦之中可能要试衣服，不是？是不是无聊？女友能跳吗？一个 part 哦，跳一个副歌，每首都跳一个副歌。每一首都跳一个副歌，是吗？可以吗？好像不行。试衣服，副歌串曲，可以吗？问一下，问问看谁好的。不要看到没有要试衣服，哪里有衣服给我试？请问，好了，我考虑一下。手工衣服有事吗？昨天栗子跳，他跳什么？结果我们还是开到十点嘞。没有要咬衣服好吗？为什么他吵架吵到这里来啦？常见的歌哦，没有要开到十一点，谁跟你说要开到十一点？我们来念榜吧。早一天来跳舞，
没有地方跳。好啦。笑谢，你不要去呛人家。你在这里，他也看不到，好吗？日文版跳整首什么什么歌？哪一首歌？樱花瓣心里病毒黑了。哇！吵架现场，好，我们赶快关播，我们就可以去看吵架现场。干什么？不要再乱来！不可以这样子，人家到时候就说、哦、我串通我的粉丝去乱玩。不要再闹了，第三首歌名就是卡诺酒，没有什么好，没有什么好玩的，就想叫我念出来。有钱就是任性，他们飘全部要飘，全上飘屏啊，要多少钱？没有他，你看他的那个等级那么高，才不是像你这样子的，人家厨子是30万起跳的吧？太可怕了，念榜，你就不潜水了。念榜喽，第16名是酷酷猫给你赞，谢谢酷酷猫给你赞。15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14名是灰灰，谢谢灰灰。13名是柠檬，谢谢柠檬。12名是天佑，谢谢天佑。11名是玉，谢谢玉。10名是草莓酱，谢谢草莓酱。9名是 Jack， 谢谢 Jack。8名是钟颖，谢谢钟颖。7名是西兰，谢谢西兰。6名是点，谢谢点。5名是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4名是夜，谢谢夜。3名是 sparky， 谢谢 sparky。2名是小蓝，谢谢小蓝。1名是笑贤，谢谢笑贤。嗨！耶！轻轻猪猪吧，感动个头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我们下次再来讨论什么时候来跳个舞。太久没跳舞了。什么东西？没事。那每听个10次，请自己上 YouTube 寻找。OK，OK， 再见各位。重出江湖没有？还跳得动？再见，拜拜拜。说拜拜，BB。哎，说拜拜啦！过来说拜拜，说拜拜。